来玩这款游戏，我就要吃鸡啊！这款游戏也算是广告成长型游戏啊，透过金币购买枪支，然后去进行合成，合成以后你的枪支就会不一样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战斗。啊，战斗之前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是英雄的皮肤，当然看广告也是会随机可以取得的啦。好，还有这边获取提示，不过看广告取得的造型皮肤啊，或者是枪支，好像只适用一场，就像这个样子啊。啊，他就打一场就没了。好了，实际进行战斗了以后，基本上就是相当简单的，把人全部解决掉就好了。然后你的枪支强度啊，要么就看广告，不然就是不断进行合成。随时要注意的就是会有空投，我们要注意一下飞机哦。飞机来的地方我们就跟着走，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补包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增益效果的，玩起来还算是不错啦。但是每完成一场的时候，都会进入一个强制性的广告，有强制性的广告，然后再加上手动广告，所以基本上这游戏看广告时间还挺多的。好吧，我们这次就换个新皮肤来吧。各位看一下，我这次选的是这个皮肤哦。那由于我没有合成枪支武器嘛，所以武器的变化是没有什么改变，只有改变一些颜色而已啦。就像这样啊，整体还算是不错玩的啦，不过广告是有点多了，喜欢的话倒是可以玩看看，整体还算是挺 OK 的。那么本次影片就玩到这里吧，如果你真的喜欢玩的话，可以下载体验一下。大家拜拜。